首先呢，它就是这个颜色，我觉得有点像泰式奶茶的颜色。你喜欢买 T 恤，不喜欢软软烂烂的，喜欢挺挺的，喜欢特别的颜色，好看的，有造型的，喜欢穿 T 恤的人，你一定要买这一件。好，它绒绒的，它真的摸起来就叫绒绒的，它不会热，但是它的材质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挺。好，它就是一个微宽 T， 可是呢，它看起来不会过于大件，即便是纽尔 S 号身材放出来，我觉得也非常好看。好，然后呢？这个泰式奶茶颜色我特别的喜欢，是因为有没有看到它还有滚这个白车边，我觉得超精致的。然后这个颜色穿起来就非常的提亮，然后它是宽 T 之外，它还有弹性，弹性极佳，非常非常的好。稍微微加进去，我觉得就超级有型，好看的。白色它是做也是做奶茶色的印花字，然后你看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滚边，这是外面 T 恤不可能有的，完全这一款白色不透，一点都不透，完全透不了。它就是绒绒的，然后呢宽宽 T 的感觉。但是又显腰身，又有显腰身哦，好，然后长度可以盖住屁股的一半，所有的肉都帮大家藏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look 是大家会很喜欢的。不论是在滚边才贴上，这件 T 恤精致度非常够，真的不输牛仔外套的精致度咯。